被女人陷入爱情陷阱的金句，哪一个是最容易让女性掉入爱情陷阱的金句？一，对你我是认真的，没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很在乎你，还好的。但是我不是唯一啊，可是只有你，真的，我有你的话是我今晚只有你，哎，对不对？我这礼拜只有你，你选什么？我是认真的，我是认真的想骗你。新闻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